魔术数字三是一首由两位教授和一位平凡的上班族经过13年沉淀后再度合体创造的饶舌小品，内容跟魔术师、魔法师、魔法 boy、 魔法阿嬷通通没有关系，但希望能跟听众创造出三开头的人与人的连结。就让我们来听听三 P 带来的这首动人的歌曲吧。我看到一个青年，他笑得灿烂，准备踏上班级出国念博士班。那年他23，想法还太简单，乐团最新的专辑才刚刚录完。团员加上他有三个，所以支撑三 P， 像是已经20年，犹如三位一体，一起玩音乐，让听说问世，一起签合约，让押韵开始。但孩子那拍子终究还会停止，之后的感觉真实，仿佛通过筛子，他筛去虚名，留下的更深刻。非关存折，舞台声色，夜夜笙歌，在这魔幻时刻，适合做出抉择，拿到学位，成家立业，他依旧在这。是什么让那旋律永不间断？小哥老莫林老师告诉你答案。是否已忘记三 P， 还是怕想起 Try Boys 从不孤单。魔术数字三无法估算，魔术数字三是否已忘记三 P， 还是怕想起 Try Boys 从不孤单。魔术数字三无法估算、yeah. 魔术数字三前所未见的偶像团体，只有内行人才知道到底偶在哪里。念大学是 OGC， 自己玩自己，一毕业就三 P Try Boys书呆子逆袭，真的不可思议。歌词的字里行间，你找不到香烟刺激。女歌迷的绝缘体 ，Oh boy， 宅男们的维古力 ，Always making big talking， 学完押韵想呼吸 ，Keep grooving we rhyming， 这游戏永远玩不腻。你不信去问你隔壁，没人不同意。充满神秘的魔术数字三，你盯着一直看，你眼睛酸不酸？从南天门到蓬莱东路，快点跟上我。Chap chap， 我手起刀落，踩着轻快的节奏。是否已忘记三 P， 还是怕想起 Try Boys 从不孤单。魔术数字三无法估算，魔术数字三是否已忘记三 P， 还是怕想起 Try Boys 从不孤单。魔术数字三无法估算，魔术数字三。文字的魔术师，你等了多久？别听信江湖术士，被骗了多久？你曾依赖的我们，遗憾的离开了，期待着击败的押韵，这边都有就逗留。传奇像96年的公牛，一枝独秀像96年的中游，不懂得收手，好比打奈波冲球，把这里炸了，像炸弹空投，看我空手一样。变出白鸽一方供货给那些白吃白喝，把化工原料变成茶，还变成啥？变成沙小巨吉他，它变成塔，你看塔滑汤洒汤烫塔，三个和尚不撞钟，转撞傻还在壮大，把你的成见放下，魔术数字三，其他球队提前放假。是否已忘记三 P， 还是怕想起 Try Boys 从不孤单。魔术数字三无法估算，魔术数字三是否已忘记三 P， 还是怕想起 Try Boys 从不孤单。魔术数字三无法估算，魔术数字三三 P Try Boys， 魔术数字三，魔术数字三。